رمضان يا خير الشهور.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بنعمته تتم الصالحات، وبرحمته تنزل البركات، وبتوفيقه تتيسر العبادات، وبمنه وكرمه تتحقق المقاصد والغايات. وأفضل الصلوات وأزكى التسليمات على خير البرية وأزكى البشرية سيدنا ونبينا وحبيبنا وشفيعنا وقرة أعيننا محمد سيد السادات،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ته والتابعين لهم بإحسان ما دامت الأرض والسماوات وبعد. وشان تزامي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ومزا شان جيكا جيشالا إسلام زوتي جيزاو تشوشان دا خوارج روافض معتزلة جسان دا بيبي قم بنشان否认穆圣索拉拉胡阿里斯里面的圣训，他们伪造了大量的属于他们自己信仰原则的一些伪造的很多圣训。自穆圣索拉拉胡阿里斯里面归真30年之后，阿里拉顿拉胡阿里胡的时代出现这种现象，最早的哈瓦里吉和拉瓦菲兹，在之后的穆尔特吉拉一系列的一些派别歪理学说盛行蔓延以来，我们伊斯兰教的阿鲁孙纳瓦尔贾马尔正统教育学家，在我们伊斯兰的信条原理中，把热爱圣门弟子、喜爱圣门弟子苏哈巴拉顿拉欢通列为我们的信仰原则之一。因此在阿克德托托哈维当中出现过，我们之前不止一次的提到了حب الصحابة دين وإيمان وبغضهم كفر وطغيان. 热爱喜爱圣门弟子是信仰是教门，而恼怒圣门弟子是叛教是过当。包括信使之母阿伊莎拉顿拉哈哈在内，她是我们天下信使的母亲，伟大古兰经证明阿伊莎拉顿拉哈哈的清白，她是整个我们伊斯兰这一群体妇女当中最博学、最精通法学、最懂古兰圣训、伊斯兰各类知识学科的这样的我们天下信使的母亲拉顿拉哈哈。甚至在我们伊斯兰的很多信条原理经典资料中有这样的正文提到，12万4000余的圣人之后，所有的圣门弟子苏哈巴拉顿拉哈努当中最高贵的是阿布巴克拉顿拉哈努，然后是乌巴尔，然后是奥斯曼，然后是阿里拉顿拉哈努，把它列为我们阿鲁孙纳瓦尔贾马尔伊斯兰正统信仰原则核心问题。可见我们和圣门弟子之间的这一问题绝对不可忽略，是刚性问题，是古兰和圣训天启的明文确定的问题。因此什叶这一派别产生以至于发展到今天1400多年以来，他们的信仰原则跟我们伊斯兰的信仰原则是不一样的。他们很多方面包括公修宗行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我们去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显得格外的友好、格外的热情、格外的礼仪和文明，这完全是基于他们信仰原则中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则，那就是塔宾亚塔基亚原则，这是违背我们伟大天启伊斯兰的原则问题的。我们伊斯兰不允许我们穆斯林有这种两面人物或者是多面人物的这种信仰状态的存在和表现。我们在之上呢，对什叶这一他们的信仰体系，甚至详细的提到他们的一些经典巨作哪一章哪一页，详细的我们是根据他们的经典、他们权威的信仰和经注经典来和大家介绍什叶这一课题。同时呢，自古以来伊斯兰权威的四大法学家、各类教育学家，一直到今天伊斯兰世界最权威的千年大学、千年学府阿兹哈尔大学，历来的特别是近代的属于阿兹哈尔长老，他们对
什叶的断法，我们穆斯林和什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等这方面有详细的阿莫维达伊斯兰教的教法原则指导和教法原则判定。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穆斯林啊，要认真学习了解到这些，一面呢我们能够保全我们的信仰，我们保护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各方面。失业之后啊，哈瓦里治，哈瓦里治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做过介绍，伊斯兰早期最早出现的两大派别，一个比一个极端。失业是拥护阿里而反对其他圣门弟子，甚至把其他所有的圣门弟子除他们所说的17位多位以外全部列为叛教徒非穆斯林。那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而哈瓦利这更极端，他们呢把阿里的段拉芬胡列为叛教徒，而什叶派是捍卫阿里的，而哈瓦利这是反对甚至把阿里的段拉芬胡断为叛教徒的。那么哈瓦利这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在我们伊斯兰史上出现最早的派别之一啊。最初他们的绝大多数是都是来自乡村啊，后来呢他们定居整个城市城镇以及呢阿拉伯半岛，抵制了我们维亚王朝和阿巴斯亚王朝初期，然后他们又分了很多的一些派别，其中有阿扎里卡、索法林亚、内吉代提、伊巴顿亚。阿扎里卡、索法林亚、内吉代提这三代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今天是毫无存在可言，而伊巴顿也一直到今天是还健在的。而伊巴顿也他们一直到今天在阿曼是有的。所以我们阿鲁斯纳瓦尔扎马尔的有些学者，特别是上一世纪埃及著名的谢赫马哈马德布扎哈拉，是曾经著名的穆苏尔图尔菲克里斯兰米瓦尔卡扎亚马尔斯的伊斯兰法学百科的作者Dr. Wahab Zuhaili Rahmahullah 的导师，可见他是多么权威的大学者。上一个世纪埃及近代史上最权威的大学者之一，是在开罗大学达鲁鲁鲁米学院里边的博导。他在介绍伊巴顿耶的时候就说，伊巴顿耶是阿卜杜拉伊布尼伊巴顿的追随者，而阿卜杜拉伊布尼伊巴顿亡于阿卜杜尔马利克本马尔瓦尼执政后期归真了。而这个伊巴顿耶这一派别是哈瓦里这派当中算是比较尊正、比较接近我们伊斯兰大众的思想方面，他们不像其他的派别那么极端啊。因此呢，伊巴顿耶从历史一直到今天有所保留，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法学体系，他们也有比较突出的一些学者。这是呢，谢赫马哈马德·阿布扎哈拉拉哈马洪拉《Al-Madhahib Al-Islamiyya》这部权威著作127页里边的内容，甚至有些学者把伊巴顿耶列为阿鲁苏纳瓦尔贾马尔，好像哈纳菲耶、麦利金耶、沙菲恩耶、哈纳比勒一样。这方面有专门这样的一部作品，《阿里巴顿耶 Madhahib Al-Islamiyyun Mu'tadil》，就是伊巴顿耶是温和的伊斯兰学派、学术派别。作者呢是谢赫阿里亚哈亚马尔马尔阿里巴顿。13至123页里面的内容。不管怎么样，伊巴顿耶根据我们当前伊斯兰世界权威法学人士把它列为最接近我们整个伊斯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学派，这问题不是很大的。至于哈瓦里者的起源和渊源，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穆圣桑拉哈莱斯拉姆在世的时候早已预言了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诞生。传说这是阿布萨伊德的胡德里拉丁拉胡努，他说安拉的使者桑拉拉哈莱森林派遣阿里拉丁拉胡努，安拉的使者桑拉拉哈莱森林在四伙人中间分配以这个战利品其中呢有这个阿格拉本哈比斯阿拉罕泽里，还有乌耶伊纳本尼巴德林法扎里，还有阿拉甘本乌拉萨阿拉阿米里，然后本尼基拉布的一位，还有 Zayd al-Khayri al-Ta'i， 然后本尼呢本哈尼的一位。然后呢这个古莱什就很生气了古莱什他们说呢，难道穆罕默德他放弃我们
而要给那支地的一些啊头目赏赐而不给我们给吗？然后阿纳德舍桑拉哈阿里文斯那么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联合他们，团结他们。在此时呢，出现了一个人，卡斯顿利哈耶，胡子很大，穆什里夫尔我只呢特意呢啊，两鬓间呢啊很发亮，阿伊鲁拉伊内呢两眼很深，那提乌尔杰比呢额头很高，马哈鲁古拉斯头很光，剃光头的。然后他说：“哎，太狠了呀，穆罕默德！”怎么了？怎么？他说：“穆罕默德呀，请你敬畏真主，你害怕真主。”哎，这穆圣桑拉哈勒斯那么一下子给惊讶了。安拉的舍桑拉哈阿林怎么说？凡曼有对了，伊纳塞杜。如果我违抗真主的话，由谁顺从真主呢？难道这安拉信任我，让我作为大地上的使者、特使来传达伊斯兰信息，而你们就不信任我吗？松马阿杜巴拉拉主罗。然后这个人说完这句话，扭头就走了。然后其中圣门弟子当中的一位，据传述说呢，是哈利德本瓦利德拉丁拉胡努大将军。大将军他说：“安拉的舍呀，请你允许我除掉这个人。”然后安拉的舍桑拉胡阿林怎么说？不，先别。因那名对对一，哈达欧们也格拉乌纳尔古兰。从这种人的子孙后裔中会出现一波人，他们诵读古兰经，而古兰经约不过他们的啊嗓子这里。他们屠杀伊斯兰的信使，他们啊结交那些偶像犹配主者，他们脱离伊斯兰犹如箭从箭靶中脱出的那样。来伊纳德拉克图姆，倘若我要能得到他们的话，来阿克图兰德姆格特拉阿丁，我定会就像杀掉阿德那样会灭掉他们的。这段圣训记录于穆斯林圣训集1064段，专讲述哈瓦里之这一啊邪教派别产生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段圣训。所以很多的专家学者认为呢，安拉的舍桑拉哈勒斯兰早在世期间麦地那的时候曾预言过这样的圣训，果然若干年后啊的确是出现了哈瓦里之这样的派别。那么哈瓦里之这一派别，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第一啊，泰沙杜的菲尔巴的，他们的功修是很厉害的，就是他们干的那些阿玛里埃巴的，他们干的要比我们普通穆斯林干的还要多啊！而且呢 ，in himaki fi 哈啊，很深入的，很投入的。你看他所干的那些阿玛里埃巴的，你要看他的那些功修啊，那、啊、简直我们是没有可比性。而且对自己的信仰的那种虔诚，而且捍卫至死，至死要捍卫，这种这就是哈瓦里之这一邪教组织的特点和啊特征。他们的信仰中有，只要你犯了大罪，你绝对不是穆斯林，是叛教徒。所以呢，只要是穆斯林犯了罪，完全可以要他的命，杀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Subhanallah。对此呢，阿卜杜拉比尼尔麦尔拉丁拉胡努玛说，哈瓦里之这一邪教组织啊，他们把针对泥土所降世的经文全都搬在了那些信使穆斯林的头上。这一段记录于 Fathul Bari 布哈里最权威的注释12册282页。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哈瓦里是他们的信仰观点有，只要是穆斯林的行政长官一旦违法作恶，必须要反政府，这是非常可怕的。第三，他们不承认穆圣桑拉拉哈勒斯兰在后世里的求情高涉。第四，他们把许多圣门弟子断为叛教徒，还有他们把阿里拉丁拉胡努执政时期引发战争过程当中的全部列为啊叛教徒，那乌兹宾勒，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谈到这里，有一点需要啊多说几句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我们以上专家学者们的介绍和事实证明啊，哈瓦里之伊斯兰早期最早的这一派别，正如阿布萨尔代勒霍德里拉丁拉胡努传说的那样，穆圣桑拉拉勒森勒在世的时候已经预言过这种人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也读古兰经，古兰经绝对不到他们的嗓子这里，他们脱离伊斯兰犹如箭靶，箭脱离箭靶那样，他们屠杀伊斯兰的信使，屠杀穆斯林，杀穆斯林而啊结交其他的一些多神教徒。安拉的舍桑拉哈阿里文斯那么说，我要得到他们的话，我定会就像灭掉阿尔迪那样会灭掉他们的。还有很多方面，这一方面介绍哈瓦里之方面，
穆圣索拉拉华勒斯们所发表的一些预言式的一些圣训，健全可靠的记录于刘大伯圣训集中，甚至还说哈瓦里兹是 كلاب أهل النار， 是火狱里边的狗啊。针对他们的出现，针对他们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这种伤害，安拉的使者索拉拉勒斯们早已预言过。那么他们的特征之前我们做过介绍，他们所在做的功修很多，而且很投入啊，捍卫至死，保护自己的信仰，那种虔诚等这些特征。所以据专家学者们的介绍啊，哈瓦里兹最大的特点，最大的特征跟什叶派一样，他们最大的特点特征就是 takfir 思想。什么叫 takfir 思想呢？ takfir 就是把和我不一样的全部啊断成叛教徒，只要跟我们的信仰原则理念观念不一样的，统统把它列为异教徒，非穆斯林。这就是 takfir 的思想。那么把对方断为 kafir 不信道者意味着什么呢？对方的生命、财产、名誉，所有的一切都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杀你在他看来是应该的，抢你的财产在他看来是合法的，侮辱你、糟蹋你啊，伤害你的名誉、侵犯你的名誉，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很随便的。这种现象，哈瓦里兹这一派别，虽然我们现在讲述的是1400年以前的，发生在阿里拉丁拉胡努执政时期，也就是穆圣索拉拉阿莱塞勒姆归真20多年、3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即便这样，但是哈瓦里兹的思想，哈瓦里兹的这种思想流传一直传承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世界范围内，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很多地方常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是 takfirin 现象，把他人断 kafir 的这种现象，甚至这种流毒思想这种现象也蔓延在我们祖国中国大西北穆斯林社会中间。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来，我们穆斯林彼此之间的这种内斗内耗，你争我斗，攻击、侮辱、谩骂、诽谤，彼此的这种仇恨和仇视达到了中国伊斯兰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我们中国穆斯林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太过分了。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在这一节课里边专题讲解，至少我们敢说什么呢？敢说这种现象起渊源是来自于哈瓦里兹这一邪教组织的这种 takfirin， 是他人断为 kufr 的这种思想和现象，这非常可怕的。而事实证明，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年我们穆斯林人群中，和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甚至和自己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生活一块的妻子、老太太离婚，和自己的舅舅断绝关系，和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断绝关系，还有各种各样，甚至自己的母亲归真之后都不参加葬礼，甚至因为他的父亲要去朝觐，在麦加天房跟了拜，跟着天房的伊玛目离了拜，在圣寺，在两大圣地里，最后回来之后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你认真的思考参考一下，你去了解一下，这些人其实他们个人的功修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午饭拜是按时礼，非常虔诚啊，说起教门就是两眼泪等等这种，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心态、心理变态到扭曲到了什么程度，只要跟我不一样的全部是叛教徒、咖啡的这种现象、这种思想，其实绝对不是中国穆斯林自己研发出来的，其实呢，它是14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是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是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流入我们国内，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多年是非常盛行蔓延的。所以我们在这几十年内，穆斯林彼此之间的这种矛盾、仇恨、各种各样的是非啊，甚至升级到了什么程度呢？啊，拒绝在两大圣地做礼拜，甚至把两大圣地麦加天房和麦地那的伊玛目全部断为 kafir， 说麦加、麦地那他们的诚心、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啊，如何如何？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点到为止哈，这样你也就明白了。那么能把麦加、麦地那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领拜师、伊玛目都可以断为 kafir，
的话，你和我这些人跟他们不一样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在麦地那四年期间啊，每年啊服务我们中国的一些老弱这样的一些朝觐者，帮一些老太太老爷爷们卸行李的时候，行李就跟那个铁疙瘩一样很重，我们在想究竟里面装什么呢，结果放到宾馆打开箱子收拾行李的时候，里面是土豆、面粉、面条、还有那个疙瘩菜，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叫的啊，莲花白就是疙瘩菜，还有很多的一些粉条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说爷爷呀、奶奶呀、老人家，这些东西卖家卖的那超市商店都可以买得到的，专门有菜市场。你猜老人家们是怎么说的？哎，我们那儿的阿訇说了去朝觐就去吧，但是那儿的东西不能吃。说麦加麦地那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麦地那现在全都是非穆斯林叛教徒咖啡的占领了麦加麦地那。说麦加麦地那那边呢是没有清真饭馆，没有清真餐厅，他们那儿的牛羊肉、面粉、菜水、面条、这个西红柿、土豆等这些全都是非穆斯林的不能吃。亲爱的穆斯林兄弟们，你觉着如果这不是亲自我们所遇到的事实的话，我们有必要编这么一套故事来给你听吗？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绝对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能给你编出来这么一套完整的故事。因为我们在那里整整苦学四年过程当中，只要朝觐者来了，我们为了沾一些撒瓦布，就说我们的父母还未能朝觐，看到祖国中国的哈智们犹如将自己的亲人一样进行服务过程当中，我们遇到还遇到的想不到的难以启齿说不出口的肮脏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身上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我们就点到这里为止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好端端的和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呢？为什么好端端的老两口要闹离婚呢？为什么父亲死了或者母亲去世之后，作为子女的他们都不参加自己母亲的葬礼呢？原因是他们认为你们全都是叛教徒，你们的信仰不对，你们的伊玛尼有问题，别说是你和我，甚至连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都是叛教徒，都是非穆斯林啊，是这种。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今天啊越发不可收拾，特别是啊蔓延我们大西北的这种邪恶的流毒思想，这要比现在特别是这两天要比印度的病毒更要病毒更要可怕的一种流毒思想。所以这种塔克菲林的思想啊，只要跟我的信仰观念理念做法不一样的全部是非穆斯林，你们全都是叛教徒，这种哈其实其渊源是源自于1400年前的赫瓦里治这一邪教组织，从他们的思想渊源传承到这个时代的。那么赫瓦里治他们对宋德的态度是什么呢？阿里拉顿拉尔胡执政之前啊，发生矛盾之前，他们把穆圣斯拉拉尔阿里斯拉姆的宋德列为伊斯兰立法依据。自从发生了战争和矛盾之后啊，整个把双方所有的圣门弟子全部列为叛教徒，整个把阿里尔斯曼纳拉丁拉尔的后门所有的全部，甚至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完全否认圣门弟子索阿巴拉丁拉尔的他们所传述的一切来自安拉的使者索拉拉尔阿林斯们的知识、信仰和文化。从此之后，哈瓦里治这一邪教组织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功修完全依赖他们自己的理性和古兰经，就是说我们只要古兰经，然后根据我们的理性来判断，我们的理性接受的我们就接受，理性接受不了的是完全否认的。那么他们穆圣索拉拉和阿林斯的顺的方面，他们的这种迷雾的起渊源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绝大多数圣门弟子，整个把圣门弟子传法的端拉环通端为库法尔的这一渊源，那推翻了圣门弟子，圣门弟子这一代完全否认的话，伊斯兰教的信仰、功修、道德、礼仪，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圣门弟子来传承的，因为圣门弟子他们是通过穆圣索拉拉哈莱塞勒姆学来的。那如果在他们的信仰思想意识中，所有的圣门弟子都是叛教徒的话，你认为他们会接受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叛教徒的传输吗？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依赖什么？只能依赖
他们的理性，然后呢名誉上他们就说我们只信古兰经，圣训是不可遵循的，圣训圣训啊，别说是圣训，完全否认，甚至把整个所有的圣门弟子传哈巴的段拉回龙都端为库法尔。那乌兹宾勒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全世界范围内比较主流的大概有1亿左右，伊朗、巴林啊、也门、叙利亚、黎巴嫩啊，还有世界各国其他地方有的一些什叶派，大概有1亿左右啊。他们中有温和派，比如说像雷丁耶、伊瓦尔顿耶，他们当中也有非常极端的，正如之前我们所介绍的那样，甚至把阿里拉顿拉胡龙神话诅咒这不雷里天使，认为把古兰经传错了等等这种。还有我们非常有限的介绍了他们的，可能是1%左右吧。但好处在哪里呢？我们详细的提供了他们的权威经典的哪一页哪一页的内容，绝对不是我们从哪一个国家道听途说来的，也不是毫无依据的凭空捏造的，我们不敢冒犯这样的信仰原则核心问题。所以什叶这一派别一直到今天国际社会是比较猖狂的，包括在我们国内这些年的活动传什叶运动是最为激烈的，所以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我们广大的穆斯林民众高度警惕，老早应该对这方面有所掌握和了解。哈瓦里指这一派别，它和什叶派同时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极端啊派别，非常啊邪恶的，而且思想是非常可怕，塔克菲林叶思想是他们的最显著的特征。尽管不像什叶派那么沾主流的啊传承于这个世界，但是哈瓦里指这一派别他们的那种思想精神，他们对和他们的信仰原则不一样的全都列为非穆斯林叛教徒的这种塔克菲林叶思想，把他人端为卡菲尔非穆斯林的这种思想源远流长，一直传承到今天。甚至我们伟大祖国中国穆斯林，特别是西北大西北的很多穆斯林都深受其害呀。我们祈求阿拉苏巴纳塔阿拉纯洁我们的信仰，保佑我们的祖国，保佑我们的祖国各族人民以及穆斯林免遭各种各样的灾难和考验，以便我们能够享受伟大伊斯兰的天启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下一节课当中和大家介绍穆尔泰兹拉从理性主义这一派别，它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他们的一些原则。好，我算了，阿拉伯斯拉姆巴的卡拉那边的穆罕默德瓦莱阿里和萨比哈吉马尔因。